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套房子，它位于温哥华西区的当巴，这是18街。那么这个房子呢是 lobby 学区，它是1022尺的大平层，有2室2卫，然后它有非常好的风景，可以看到downtown的高楼。那么现在跟着我进去看一下。Hello, Lisa, 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欢迎。请介绍一下这个大平层。好啊，这个大平层它在这栋楼的3楼，它总共有4层。这个大平层呢的面积有1022尺，它2房2卫，所以空间很够。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个先进来就这个左手边就是一个很大的衣柜，它就放很多衣物都可以，鞋子都可以放很多。这个厨房的 L shape 的也是很宽，所以很好用。这个是双的那个洗手盘，有4个炉，这是煤气的炉灶，对。还有这个是一个Wine cooler， 这个小放酒的，对，放酒的。这边是一个洗衣干衣机，还有那个 storage 的空间。哦，空间还蛮大的，蛮大的，放很多东西。你看呢，它的客厅是不是很宽大？是，就是很舒服。这个可以放一个4到6个人的餐桌，这还有很多空间，所以叫大平层嘛。对呀，1000多尺，在2室的公寓里算是很大的。对，已经是很大了。这个客厅也是很好用，很舒服。这个方向这边是朝东，它是一个角位的单位，这也看到北边的那个景色，可以远处看到downtown。对，也看到一点点海。啊，和这边西温的山。啊，对。我们先看看主卧吧，那个主卧挺大的，你看它就是放一个 king size 也是很够那个空间，还可以放那个床头柜。那个内间那边的也很安静，风景也挺好的，很舒服，也明亮。对，这是可以从那边独立房的屋顶看过去。对。还有这边两边都有这个衣橱，也可以放很多衣物。进去就是洗手间，洗手间也是双洗手盆，双洗手盆，对。然后有淋浴，还有浴缸，对。我们看另外一个房间吧，那个房间也是的，面积也是算挺大的，可以放书桌啊。柜子啊都可以，有足够的空间。是啊，放个双人床，还能放学习的桌，可以有一个门出去阳台，对，也足够的明亮。那个窗户很大，那个衣橱也很大。这个房子是木质结构吗？是水泥的。是水泥结构。对、水泥结构。有空调吗？有空调，对。这个差不多，我觉得在公寓来讲，它是顶级的啊。什么学区？顶级的好房啊，它就是 lobby secondary 跟 low kitchen elementary， 这个是很多父母心目中最好的学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上到顶楼了。这个顶楼就是一个 rooftop garden， 可以看到不同方向的那个美景。对，那边可以看到downtown，然后这边就是西温、北温啊，大海。大海，对，是。还有这个很舒服的那个空间呢，也可以给一些喜欢种花、种蔬菜啊那些朋友，他们就很喜欢这个空间，有他们自己的小天地。也挺多的，这里还可以 barbecue。对 ，BBQ， 你们可以邀请朋友来开 party，BBQ， 这个有足够的空间，可以可能20几、30人也足够的空间吧。现在我们这一套叫价多少？现在是叫价139万。
在这个学区里面算是什么样的价钱？这性价比也挺高了，还有这个是水泥的公寓嘛，所以学区好，那个设施又好，地段又好，就是周围生活的那个都很方便，交通也很方便，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挺难得的找到一个好房，所以大家都不要错过了，快一点联系我们，尽快看房吧。